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我觉得第一回用这种形象去唱歌啊，但是呢，我来到现场之后有另一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就是来之前我这个老秦告诉我，来这个节目只需要唱歌，不需要说话。但是看到大老师跟迪哥以后，我发现不是不需要说话，是不能说话。这话说的，找机会说话好吧？叫小秦，找份儿说话，好嘞。其实哎，刚刚你替我澄清了。对吧？不是我妩媚，真的不是，对不对？我多阳刚一爷们儿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走道上能那样呢？是那个，因为我用那模型走路也这么走路，这个真的不太受得了。对了，林开开是这样走道上的，我们才不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其实那个九华，你知道他来我们这儿玩的特别嗨，每天都不想回去说相声了，就想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待着，对不对？这里有好多好玩的，唱了好多歌。对啊，对，唱了很多歌。这问题能这么回复哈？确实好玩。对，确实是好玩。对对对。